看看我的鸟吧，让你们看一看。 我以前总喜欢给堂姐看看我的鸟，堂姐也不直播了，只能给你们看一看了。我有三个鸟，你有几个鸟？我们每个人心底。 都有一道被重重迷雾包裹的谜题，加上墙上，这就是四个鸟。偷，哎呦妈，平A。 平A，偷，哎，这没偷着，好难受啊！这没偷着，我平A，我再平A，再平A，偷，不能偷了啊！这个偷了好几下没偷着人，确实挺难受。 狗熊连电确实有点烦，老电我，这回让我掏着，哎呀，又没掏着，平A，哎，炸，掏回来，哎呦，又没掏着，平A，我炸，哎我操，有点快呀，这波一技能一的稍微有点快呀，可恶的大狗熊。 我操！哎呦，全都是不自量力呀！学错技能了，我操！没学二级 Q， 哎呀！这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。可我们玩的是虚炸，再平A，再平A，再平A，抛击炸，平A，平A，平A，抛，我炸，点。 炸！再炸！我们时刻保持住征服者满城啊！这狗熊已经没有血瓶了。帝国，一切。
蓝不太够杀的，这波蓝。哎呦，吓人啊！这干哈呀？这炸！不给他啊！不给他助攻。哎呀，他有助攻啊！我想想该怎么办啊！现在这狗熊，我们薛威有点打不动了。啊，我们薛威是有点打不动了，我决定先出一个水晶瓶，然后这一把我们先出沙漏子。我有秒表，我先来个护臂，不能先出蓝莲汉的苦楚了，这把不是那么很顺，这种英雄。一旦前期有点小裂就不好办了。OK， 狗熊是小带，狗熊不是小带，小不小带能看得出来。没关系啊，哎，掏回来，这个掏的距离今天稍微有点问题。行呗，敌人打不动了，看着没？脆弱的身体，脆弱的意志。这把慢慢跟他刷，不着急。没有蓝了，不打了，溜了。这把就慢慢跟他刷。我们也不着急杀他啊，让他着急，知道吧？让他着急这一把，先来个护臂。这边有炮车给我顶，没事。恐惧的黑暗。他玩个又他急什么，他肯定急，你别着急、这把咱就来个烈士乌鸦。刚才他传送已经白费了，你没发现吗？着急了，这是开始着急了，有点。我不急，斯塔皮，我真喜欢，有点膈应人了啊！掏虚炸，看着急了，看着没？狗熊都没来呢，嘎暗坑我来了，瞅着没？着急了。看着没？着急了，哎，瞅着没？炸他回家！
的结果，还会挣扎着想要活下去吗？一会儿他还得急，你看他嘎里奥还得急，给他急坏了。这波没打着他。我觉得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。哇！再炸！哎，好。没在草里边就没事。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这波线儿啊，不好推呀、啊，有点害怕他在草丛里边，他在草丛里边，我们这波可能会死。哎，这人有意思。着急了，看着没？哎，开始着急了，飘闪现要杀我。他老急了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杀不了我，他特别急，我们不急。你要吃塔皮呀、啊？我回来了。你急不急？我问你急不急？嗯？你急不急？你急不？嗯？你急不？急不急？急不急？嗯、啊？着急？我问问你，你急不急？你不急能行吗？你必须得急。走了，这狗熊有传送。下来还让我炸一下子，回家了。出个冰拳，他都打不动人。冰拳，他出完冰拳，他都打不动人，直接杀漏啊！不对，这把我们带远见改造。不着急跟他打啊！这波可以去打个蓝。一定别着急啊！这把着急我们赢不了。队友把塔拆了啊，守下中塔。中塔掉了挺难受啊。
炸着了，把上塔拔了。但也没事，他们家中塔也马上掉了。走，回家。这么的啊，这波先出水银海，出一个征服典籍，我们两件套了，马上就无敌。两件套就是我们无敌的时候。来中路这一波，打波团。我们家两条小龙非常 beautiful 啊！现在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就是这个蓝枪，中路伽里奥一点用没有，没有伤害。蓝枪在干嘛？哎，你们打我就上路收兵。当他们的眼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他秘密在其中。下掉小龙团就是我们翻身的时候，下掉小龙团，邓宝儿，小龙团。万事都有选择，我直接多兰界一脉，出一个黑暗封印。下波团战直接十层，我们回家美甲窃魂卷外加一个兰陵汉苦主，游戏结束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急，等。我八秒大，六秒，五秒，四秒，杀伽里奥，来就杀伽里奥，吸 W 炸，再 A 炸开大招。先杀伽里奥，掏回来寒冰，吸炸，再 A 杀这边来，闪现炸接炸，平 A 掏回来，吸炸接钉，炸死。不着急啊。掏 W 吸炸，平 A 平 A 接炸，再 A 接炸，七百。哎，不开，不开打不了。那也行，开试试吧。哎呀，我这条小龙不好打呀，兄弟呀、啊！那蓝枪过来，我不死了吗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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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我是不想打的啊，这条小龙。我们出来再打，其实一样。回家，差点钱呢。差一百。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快钱，而是我美甲窃魂卷，兰陵汉苦楚。我说的一点不差，对不对？
我说这波小龙，我们十层杀人书差一层，外加一个蓝莲汉苦楚。我说我两件套的时候直接游戏结束，没毛病吧？一点不差吧？完全按我剧本走吧。来中，你们打大龙，我来烧一个。OK， 大龙拿下，没有人敢上，没事。爱射箭也射了，没关系了就。蓝圈死了，杀 ADC。我炸！我想知道那队友都哪去了？这波我不能死啊！我们不能死，我们一定不能死。皇子可以死，我们不能死。回家补状态去，补状态补得挺慢的。我们每个人迷雾包裹，继续，没事，蓝 buff 可以要。来中团啊，马上六秒有到。狗熊什么意思？嗯，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的虚区是吧？没事，继续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往哪走？吸血来，吸刀炸。往后排来，不要往前冲。这波啊，可以小狼一小下，跑不上了，溜了。走吧，能炸着就炸一下，炸不着就拉倒。小龙，我们龙魂，普龙龙魂速度。God like 了啊！我从零杠二打到 God like， 兄弟们，用的不是别的，一个字稳，两个字不急，三个字我一会儿得想一想。心态好，我其实要红没用，我主要是要蓝。
黄子这波不应该啊，黄子这波是不应该死的，知道吗？算了，给狐狸吧，狐狸也挺缺蓝的，我说实话。谁买麻辣烫了？啊，没事。命运不休，给我拿裤子吧。成人般一笑。可以还。狗熊的确很优，但是吧，没啥虚区。没关系，直接拆。这干啥呢？这么不怕死？啊？有这么不怕死的吗？ADC 真能跑啊！能不能给个雷军呆瑞？炸！雷军呆瑞呀，对呀、啊。可以，拿下。